喜乐的主日，主基督已经来了，恁爱常常喜乐，祈祷无数，万事感谢。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，嗯，咱所定的旨意。君王要来就问你发现的光，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，我要报扬你一切奇妙的所作。咱这个时阵，起立，请起立。咱来坐念十诫，第一诫，我以我应当服我的上帝。第二届，咱为家己要求好上，无论尊敬、地球、各地的世界所为你，拢唔通做些上，唔通变坏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，万万不容忍用他的上帝去对我，万不爱我为着伊的罪，预备我行到三十代。感谢主，阿罗主，伫这几年来，彰化市区正道会牧长兄弟姊妹同心站出来，伫这通欢喜的日子，举行圣诞、采节、报佳音的活动，把福音的政治摇落，伫民间宗教、庙事、偶像变化的彰化市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恳求你带领我，同心做伙来关爱、来建造。让福音的政治深入在彰化市最多人的生活中，引带他们来认识你，让他们听做你的儿子，
也予因会当甲阮同领受上帝福气。听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赐予阮新的主日，即是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个圣所，同心来吟诗俄罗斯，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，予今仔日的敬拜充满你的阳光。予阮每一个人拢安静伫主你的面前，来领受对天父上帝所享受搁较丰盛的活命。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